台东县政府发起南方以南南回艺术计划，邀请艺术家透过艺术创作，在南回地区的太麻里金峰大武达人，沿着台九线南回公路进行文化交流跟艺术创作。十号在台北举办展签记者茶叙，请来艺术家分享创作理念。我也是花莲人，所以我从小是跟这些天灾之生活在一起。我们就决定把它立在海岸边，然后把那废弃的钢筋重新焊起来。 变成另外一座山，再去向后山致敬。那这个工程呢，我们并没有任何的图，这是第一次到南回生活，然后向在地的文化学习，再去产生作品。所以一说，即使他们就算他们不是原住民的创作者，他们都是来到南回，受到南回文化的启蒙跟感召而去产生，由南回长出来的这样子的作品。 这一次计划共邀请25位国内外以及南回在地艺术家共同参与，利用不同媒材或表演形式，为台东带来美丽的艺术人文风景。地理位置的关系，南回也同时是台东发展相对最落后的地方。我们希望呈现出来的作品，不但是本身是一个很精彩的作品，它同时也把南回文化的美 呈现出来。南回艺术计划预计在5月26号到9月1号展开，希望借由艺术与在地文化结合，带动地方观光产业，使原乡青年回流。《原乡新闻》台北市采访报道。